原标题梦回上海，见证中国的屈辱与战栗。918事变爆发后，上海民众抗日情绪高涨，图为民众正的观看张贴于上海火车北站大道上的抗日宣传广，千叶光泽密藏写真之近代日本战栗。三满洲事变1991年12月6日版第185 186页。128事变之初，日军在上海街道上搜捕中国人、日本的战栗。每日新闻社昭和42年4月5日第七页在闸北与中国军队对峙的日军机枪阵地，日之事变写真帖第二卷第39页，日军向苏州河推进，湖北肩扛小舟的日军准备强渡苏州河，1亿人昭和使日本战士。三日中战争一第139页，中日双方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开始停战谈判，图为谈判会场。昭和七年满洲事变上海派遣军纪念写真帖，原书无页码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，等待遣返回国的日本侨民被收容在上海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内，被收容在上海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内的日本侨民。资料来源日军侵华图纸，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，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，化学工业出版社、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，纪晚努学社翻译编辑，纪晚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张晶、金明之返回搜捕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